just for the kill, so they won't come bac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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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n't you try taming the storm. Don't say you haven't been warned. Cause she won't like that. Like that, cause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妆，反正它那个粉底液就是很黑很黑。然后这个是我以前买的这个 Rimmel 的粉底液。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呢？黑的就是很黑，然后是最便宜的，所以我就买这个。然后今天就好开心哦，我已经为这个视频应该准备了很久了吧。没有试过，但是东西都买的挺那个的，因为平常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想到今天想要化这个妆。然后我今天没洗头嘛，所以我就用一点粉来掩盖一下这个油光。这个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用的这个日本的富吉口，它有一个那个染眉的，然后维持好几天的那个牌子就是他们家的。然后这个粉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持久，而且粉特别特别细，如果你头发特别油的话真的可以买一个，而且用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费，我觉得比我以前用过那种控油的蜜粉都好，因为蜜粉它会堵塞那个头皮的那个毛孔嘛，以前不知道，然后就用一直用蜜粉，最近就非常爱用这个，真的是出去玩什么的这个是必带，我觉得都快比口红更加重要了，你知道吗？好了，就让我们开始化妆吧。我都还没有拆封，哇，妈呀，屎的颜色，我靠！我妈在那会不会把我赶出家门？巧克力色，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就想吃了。今天就胆子大一点，我们不遮瑕了。巧克力美人，但我觉得哎呀应该买一个那种黄绿调的。天哪，感觉把屎压在脸上了，好恶心哦。你说这个是黑的，我自己的皮肤是白的，然后等等那个法令纹一笑，然后就白的露出来，而不是就是像卡粉一样底色是黑的。啊，我的法令纹，我的痛。就小学的时候那个大大泡泡糖里面它不是有那种贴纸吗？我觉得可能是不够黑，怎么那么红啊，颜色买错了，没有经验啊。啊，还好我今天没有洗头。哇，我觉得我像农民工，我觉得这个妆没有办法画下去了，这么丑怎么画呀，有谁 hold 的就这种粉底颜色。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妆画好，其实说实话，但是我觉得现在看来好像有一点困难。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妆画好看一点，既然我画都画了，你们说是不是应该要上很多层，把自己所有的肌肤颜色都盖掉之后才会更好看，对不对？ Cold, cause she has been here before.She doesn't cry anymore, no looking back. No, she doesn't go to the bar. Too many lovers she's got, and they want her back. 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真好玩，我一直想要尝试，你知道吗？啊啊啊啊！我怕提亮之后弄不好会很丑。亮一点，提亮还是蛮需要的哦。就在我眼上一点都不明显，你看我有多重，改平时我就已经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无敌粗了吧。不过真的好爽，下手好重，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用深的粉底液，这样的话你下手重也不会觉得就是很突兀，对，但是也没有必要用我这么深的，就是不太日常。She loves control. She wants it her way.
然后我已经换上我的衣服，我刚刚在找衣服的时候照了一下镜子，因为没有开灯，然后发现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脸。我现在要这个修一下容，因为我感觉发际线这边确实得修一下，就用这个最深色好了。有没有？哎，发际线真的还蛮重要的哎。哎，紫发那么贵，那么贵，我感觉整个脸型都变好看。修一下容吧，顺便。这个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效果，因为我看我手太白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件黑色的卫衣不能够凸显这个肤色，然后我就去换了件白的，涂黑了，然后就觉得效果会好一点。然后我最近也列了很多，就是今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之类的，然后这个视频也是很久很久之前就想拍的，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希望可以给你带来欢乐，然后新年快乐。接下来我会出更多更多我想出的视频，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了，我刚刚把这个妆给卸完了，再给你们冲击一下，刚刚是黑的，现在是白的。对， OK，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